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営業戦略スローガン、スピード&パワー。スピード&パワー。営業キャンペーンを送れ。在东京南部位置这间公司有别于其他日本公司，它有四成员工是合约雇员，终身雇佣制在经济严重恶化之下变成改革的绊脚石。南部位置很喜欢玩魔术，它深信要适者生存，日本的雇佣制度很应该变一变。战后为重建经济设立终身雇佣制，以年工序列，即是按年资加薪升职，承诺忍一时之苦，将来就会有好日子过，说服工人甘愿接受低工资，死心塌地为公司卖命。50年过去，日本人在这种雇佣制度下以勤奋创造经济繁荣，可惜当经济逆转，牺牲得不到回报，终身雇佣制反而成为进步的绊脚石。东京一间官办的职业介绍所几年前改名为 Hello Work， 想人听起来开心啲。这里每日有3000个人找工，而成功率只得1%。裁员的情况真的很激烈，一年前我公司裁了100人，今年再裁100多人，两年之内炒了一半以上职员。我已经49岁了，属于条件最差的那类人。就算在这里啊，44岁都画一条线，年纪以上咧，找到工作机会微乎其微啊。做了26年，可以得到相等于300日工资的失业补偿金，但是金额咧就只有原来工资的60%，就是靠这些奢微补助咧。根本就冇辦法維持生計，3個仔女咧仲讀緊中學啊！就算自己唔使錢啊，都要俾佢哋啊嘛！啱啱就係最需要錢嘅時候。總之以後嘅生活咧，就會覺得提心吊膽啦。佢已經揾咗3個月工，本來做開經理，而家連推銷員都肯做，不過恐怕亦未必揾到。东京山谷区成为失业者的聚脚地，上千个找不到工作的人不幸沦落街头。東京都内だけで大体今好像我这样的人，据说东京就有6000个，因为根本找不到工，日日唯有在这里游离浪荡。以前好景呢，一日找到2-3万烟，去年开始已经找不到嘢做啦，每朝3点钟就嚟呢度排队揾工，都系揾唔到。希望政府尽快增加就业机会。总之我哋真系好想做嘢噶。新宿闹市，失业流浪汉唔再回避，就咁露宿喺人来人往嘅路边。日本失业人数超过300万，其中70万冇工做超过1年，企业倒闭重组，去年1年内消失咗160万个职位。日本实行终身雇佣，到今日大部分企业仍然宣称唔会炒人，只系会采用自然流失、自动离职、提早退休呢啲方法去精简架构。不过事实另有乾坤。社員としては260名。我公司有260人，最近开始被迫提早退休的约莫有50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我坚持不肯提早退休，半年来就受尽公司各种欺凌。好像我做下一项计划就快有成绩了，就将我计划交给其他人做。
三年前公司開始減人，希望員工自動退職，不走呢就迫害我們，專門給難題來刁難我。兩年前我手下有10個人，現在只剩我自己，公司是想孤立我，逼我自動辭職。基本給我労働者の同意を得ないで、基本工資又未得到員工同意就隨便cut，好像我咁啊，一共cut咗33%，但係公司一cut人工，大部分同事都走啦。雖然按法例可以告佢哋，但係打官司至少打3-4年，期間人工又已經減咗啦，所以啲人都費事煩。大企業の場合ですね。嗰啲大公司同工会有协议，如果48岁提早退休有好多优惠，但系如果唔走嘅，人工会减10%；到52岁仲唔走，人工会得翻80%；55岁唔走得70%。公司同工会达成呢个年纪越大人工越减嘅协议，所以即使而家中高年人成为开刀对象，个人都冇法子出声，唯有默认。冇违法噶，因为工会有合法地位代表工人，工会里边其实有好多人不满噶，但系唔敢出声，因为一出声就会被工会或者公司迫害，所以大家都敢怒不敢言。呢班人曾经都系公司嘅管理阶层，忠心耿耿做咗几十年，点都估唔到落得如此收场。やはりそうですね。その時はもう気が抜けるような感じ。聽到自己被炒嘅時候，簡直係晴天霹靂啊！唔知以後點算啊？日本のあの賃金形態というのは若い時は安く使われて。日本嘅薪金制度一直都係講後生嘅時候要搏命，一路搏上去，薪水亦都一路高。到40歲係事業高潮，到50歲。搏咗咁耐可以唞下，而家先至话我冇生产力，逼我退休，仲要用尽各种手段嚟迫害我，完全违背承诺。估唔到日本竟然变成咁嘅样。いきなりこういうふうに実力主義とか生産性とか、而家一下子就講實力主義，其實應該早啲令到員工有足夠技能可以轉工。日本冇轉職市場，缺乏流動性，一下子大裁員，對於我哋呢班高齡人士嚟講，真係好慘啊！行かないとやっぱ一方的に。企業側だけのね、單方面只顧企業的生存，不顧員工的死活，常常不會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。在日本，如果轉工，就會被人認為你一是不忠心，一是能力有問題。加上所有公司員工都是輪資排輩，根本不會有位置安插到中途加入的人，所以就算好景，轉職機會亦幾乎等於零。經濟不景，呢種制度又如何應付社會嘅急劇變化？乾杯！南部位置間派遣公司能夠喺逆境中茁壯長大，成為上市公司，都係因為佢夠膽挑戰舊嘅僱傭制。越多企業倒閉，重組過程越急劇，佢嘅生意就越好。3年嚟，營業額躍升10多倍，目前類似的派遣公司全日本有2000-3000間。政府の指導で、あるいは政策によって、失業者を出しちゃいけない。由於政府的指令和政策，公司不可以隨便裁員，變成公司裏面有所謂失業者冇嘢做的人，令公司的生產能力變得好差，仲要成世照顧呢批冇工作能力、唔做嘢、淨係鬥薪水嘅員工，好唔合理。為咗唔想重蹈覆轍，雖然衍生咗一種新嘅僱傭關係，喺有需要嘅時候揾有能力嘅職員，於是出現人才派遣呢個行業。これのいいところはですね、本当に企業が伸びるとき。好似係公司擴張，馬上就可以請到所需嘅人才。
日后又不需要照顾他一生一世。当科技今日进展到由卫星指点方向，南部位置冇办法接受日本竟然仍受终身雇佣制而固步自封，佢呢一类人才派遣嘅公司睇准时势提供出路。What type of work would you like to do in the near future? I'd like to work with. 呢度有别于一般战人公司，除咗登记各行各业嘅求职者。介紹他們去相應的公司，在僱傭關係上，南部間勞務公司還是僱主身份，真正用人的那間機構只需要支付人工給南部間公司就乾手淨腳，其餘員工福利、勞工保險、退休金等等全部不用操心，不滿意員工的表現還可以換人。あとはあのこちらの人員計画の中で、喺我哋嘅人事計劃當中，如果請終身制社員，日後要裁員就好困難嘅啦。考慮到呢點，寧願用多啲臨時僱員，因為佢哋基本上係三個月合約，合約一完就算嘅啦。契約を終了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容易できると。一番のメリットはやはり最大嘅優點。是在有需要的時候很快一句話就請到合適而且即戰力很高的人。這間電腦資訊服務公司開了13年，起初全部員工是用終身僱傭制請的，叫做正社員。四年前開新的部門試請派遣，即是臨時僱員，實行一社兩制，結果越請越多，現在有成兩成半員工是臨時合約制，有計劃將比例增加到四成。最新統計，日本臨時僱員上升至1200万，佔勞動人口兩成，是有史以來最多的。会社の事業というのは必ず波があるんですね。儲かってる時と公司業務就好像海浪，有起有伏，有賺亦都有蝕。經濟好的時候，請埋大批正社員。到經濟不好，公司就等於孭住一大班失業者，企業已經經歷了十年低潮，估計未來仍有機會再沉落去，所以寧願請短期工嚟渡過呢個難關。南部自己間派遣公司當然實行一社兩制，六成正社員，四成臨時僱員。吉田是计日薪的臨時工，在南部间公司的傳訊部做秘書，負責聯絡傳媒和整理檔案。吉田做了一年有多，根據現行法例，臨時工合約最長是一年，只可以續約兩次。現在他一個月只是翻20日，人工15000元，比正社員高出2至3成，但是因為沒有花紅，拉雲都是差不多。吉田認為臨時工勝在自由，轉工容易，放工又可以準時，不會好像正社員咁身不由己。去年四月，政府強制執行臨時僱員都要加入社會保險，所以基本上同社員冇咩分別。俾我揀，仍然會揀臨時工。隨著年紀長大，最近都有諗過轉做正社員嘅。但是看新聞成日都報道，就算是正社員都一樣被人炒，所以都是揀翻做臨時工好過。如果有專業才能，揀臨時合約應該會好玩啲。但是我就冇專門技能啦。雖然我而家做正社員係安定啲，但日後係咪咁就好難講啦。吉田嘅上司道邊。入職的時候都是臨時僱員，升做傳訊部經理之後轉做正社員。南部位置這間公司現在所有的管理層都是正社員，營業部的人手就多數是臨時僱員。管理層用正社員，因為涉及很多業務秘密，
同时一间公司的核心部分要有人负责对公司作出贡献。如果请派遣，就是事务性的技术人员，好像电脑资料输入、写信、推销员啊呢啲。南部计划逐步将两种制度的员工发展成五五之比。五対五の場合ですね、まあもし景気が良くなってくれば、五五的组合在经济好景的时候是进可攻，不景气的时候退可守。不可以减正社员啫，剩翻嗰半临时雇员就可以解除合约嚟调节，等企业能够渡过难关生存落嚟。同过往比较咧，而家嘅开工率大幅减少一半咁多。これはやっぱりあれですね、50% ぐらい。日本人始终尊敬传统，唔系个个老板喺逆境都只向员工开刀。铃木超一经营汽车零件加工40多年，东京嗰间系老店。新厂设在北边的工业市镇，交给大仔正博打理，请了60多个工人。この品物ね、ここで今検討してますから。几十年生意有起有跌，不过铃木话呢段日子最难挨。由于日元升值，汽车出口下降，而国内汽车销路停滞不前，致令他哋做零件的更加惨淡经营。铃木有他的想法，他说生意差不是员工的错，只要大家同心合力捱多一阵就可以渡过谷底。东京老店前铺后居，工厂就是屋企一样。大体そういうもんで、社会に我々が个人的想法呢，无论做汽车又好，做零件又好，都是贡献社会，令大家有好生活，所以大家做嘢咧都要开开心心，咁样先得嘅。过往环境好嘅时候，铃木年年都请啲员工去海外旅行，有一次仲嚟过香港，老板员工就好似一家人。うちばかしじゃなくてね、うちばかしじゃなくて。唔单止我哋系咁，一般中小企业都唔会做出裁员，因为一齐做嘢咧就好似大家庭咁。如果炒人呢，会令到大家都好烦恼，所以大家宁愿一起忍耐渡过难关，各人减少一部分工作，换取大家都有工作，唔使裁员。如果叫人听日唔使翻嚟，我哋唔想咁样做，除非呢个人做咗坏事。如果唔系，公司嘅名誉会受损，啲人会认为你随便炒人。以后都冇人敢嚟你间公司做嘢，好似美国式嘅谂法，得就用，唔得就炒。日本人嘅思考方式系绝对唔得嘅。今日工厂唔够订单，星期六日都已经唔使开工。以前两个人做嘅工作，而家分开四个人做，工人收入减20%，节衣缩食在所难免，但系总算保住饭碗。それのためには会社がまず良くないとダメですし、如果同公司一起渡过难关，将来如果公司好翻，我哋自然会跟住好翻。而且而家唔单止系经济问题，仲系一个政治不景气问题，个人都无能为力。以目前的环境来讲，成本当然高了，但是要看长远一点，要培养优秀的人才，将来他一定会好好回报公司。日本众议院上个月通过放宽对派遣行业的限制，由今年11月开始，除了港湾运输、建筑和保安之外，其他工種都可以自由聘請一年長的臨時雇員。その終身雇用制度ですから、まあそう。
行之已久的終身僱傭制，一般人以為沒那麼容易可以將它打破，但是看回那些支持不住的企業已經紛紛轉用臨時僱員這個事實，我認為終身僱傭制已經接近崩潰。日本大學畢業生今年的就業率又見新低，40,000多人仍然待業。名校慶應大學的畢業生去年只有65.5%找到工作，估計今年會再跌，終身僱傭制面臨崩潰，日本新一代早有心理準備。我始終認為能力主義最好，經濟好景當然好啦，經濟不景有實力都不用怕的。契約制度我ですね。我會揀合約制，因為如果而家加入咗終身僱傭制嘅公司，做咗幾年之後，呢個制度一下子崩潰，嗰時再轉就好難噶啦。資本社會今日對工人嘅要求，就好似對廉價打火機一樣，一撻即著，用完即棄。現實叫人越嚟越心寒。